赶紧上红灯！我坐下你啊，别坐我再见你啊！我后边，干什么？我听不见是吧？我来，下个部的人过来跟你说，你别吼我，你叫他，我不要吼我。中国风声少林寺弘一，释永信大和尚，欢迎。教授啊，在那干嘛？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赵景春先生。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省委宣传部副局长宋凤仙。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成员、河南省委员长邹少成。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巡视员贾秀峰。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董事长宗树杰。登封市市长郑福林。嵩山管理委员会书记裴松宪，中国嵩山。借武术的风光，借文化的风光，借少林精神。因为这个电影最开始，杨主席那个花了很多心血，调集了大陆、香港、台湾三地的优秀的那个导演、演员和工作人员。中国电影集团能利用少林这块品牌和。这是韩总喜欢听的那个朋友，那赚了很多钱，可以继续培养更多的人才，发展更多的武术电影，发展这个事情。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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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退，往退，往退！来，在我们的少林寺的山门前，合影留念，记录下这个珍贵的历史时刻。各位站在靠后一点，来帮我退这边。你吗？后面一排，再过来一点。别动，别动啊！后面一排，好。照片躲着去。好，左边的媒体拍得到吗？拍不到，拍不到。我以为他们拍到。我们几个放进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哎，先别急。我们几个放进来，他们几个放来，拍板马上走，拍板马上走，不要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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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保安的，请你们听保安的。我们听保安的，几个放进来拍，一拍完整。站起来，站在舞台上，尽量站高一点啊。Okay.